is no school today. Why? Because the snow. Yes! Yes, yes, yes! 现在是8:05，然后今天是3月4日，星期一。因为昨天晚上说会下5到8寸的雪，所以今天所有的那些学校都关门了。学校的话，每一个月它都有一个 schedule， 会给学生带回家。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3月份的 schedule， 学校的。然后是一张纸，他们都这样子都是会 print out 出来，然后写着3月份2019的 schedule。哎，三月份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节日。但还有一个 parent and teacher conference， 然后这个 conference 是中午到晚上时间，所以老师会寄一张纸条让你选一个时间。所以 parent and teacher conference day 是12:30到2:30之间可以选一个时间，然后到4:30到7:30的时候可以选一个时间。然后三月份还有一个 free 的 family theater night， 是学校的 gym， right？ 学校的那个运动室内运动场那边，然后会播放一些电影吧，然后是免费的，可以带小孩子去的，但是里面可以就是买一些零食啊，那些是要付钱的。所以在美国这边的学校的话，有一个叫 PTA，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。 所以所谓的这些组，就这个就是家长的一个组织，就整个针对于学校的，然后他们都会组织一些义卖的活动，然后所有的那些义卖活动里面所得到的钱的话，就是用来学校的一些开支啊什么的。所以他们会组织很多，例如说有一个 book fair， 就是可以小孩子买一些就是中午，应该是中午 lunch time， right？ You know？学校 lunch time 就是学生吃中午饭的时候，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义卖活动，有时候会卖一些吃的东西 ，ice cream， 然后 pizza， 有时候还会卖一些 book 书啊什么的。对，还有一些是卖小孩子的文化用品的。整个 schedule 的话，不是针对于只是一年级，是整个学校的。所以这一章里面就是有他们从 pre-K 就是4岁的班开始，到他们小学的最高年级是5年级为止的所有的比较特别的一些 schedule， 都是会放在上面的。我自己的话，习惯性的就是有一些重要的东西直接输入在手机上比较多一点，这样至少可以提前1天或2天可以设置提醒。所以这个就是三月份的学校的日程。Hi Jimmy, Mommy's here. Do you want some milk? You want Mommy hug you?是9:43，然后刚刚送完 Jimmy 去 daycare， 然后呢，现在爸比要送我去上班。爸比，你的爸爸？你的爸比。